Hi everyone, welcome to Start Each TV. I am Iron Tiger and I am his friend. We are going to do a transformation act. 私は日本人ですか?中国人ですか?アメリカ人ですか?シンガポール人ですか?見つけましょう! Go! Now let us go interview some Hanfu lovers.好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小姐，你认为啊，如果汉服的男生啊留长头发，人家会觉得奇怪吗？我觉得普遍上男生留长头发的话，在街上人家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了。可是穿汉服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他留长头发的话，会比较适合这个形象。那么你呢？我觉得穿汉服的话，留长头发是 OK 的，不会看起来这么奇怪。不过你没有穿汉服的话，然后你留长头发，可能就会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啊！那些留长头发的男生呢、啊，我可以建议他们试试看穿汉服啊。那么你个人认为长头发的男生啊、是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吧，只要就是不是很邋遢的那种。我是不会 prefer like 长头发的男生。那么我很难过。各位同学们啊，你们也是可以尽情的穿汉服啦，如果你们真心喜欢的话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的时间。你今天穿的是什么风格呢？我今天穿的是汉服的圆领袍。圆领袍代表什么？圆领袍是代表明朝的一个汉服的形式。它只是明朝有很多服装，但是因为有些男生呢喜欢穿领袍统一是会比较方便、然后现在有一种汉服的新式化，所以会有加了一点颜色，会让女性也可以穿得更方便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圆领袍挺好看的。长发男生穿汉服比较好看，还是短发男生穿汉服比较好看呢？这个人的看法都有不同吧。如果穿汉服，短身看过去也是挺帅气的，如果长头发就会比较有点古典文化在内。所以你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今天穿汉服的话，我就没有古典文化在内了？也不是这么说。你这么帅气，如果穿上圆领袍，肯定走在路上会很多人回头率啦。当然也最主要的是穿上汉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汉服是代表一种文化，如果你穿上汉服是向全世界的人去宣扬一种不同的东西，它的文化和内涵的话，我相信你们可以感受得到。日常生活中穿汉服的话，你对这有什么观点？我们平常穿汉服的话，一般都是有点节日的时候穿，或者说有汉服协会有聚会的时候才穿。西方服装文化，你觉得有没有束缚到汉服这个复兴？穿汉服是因为个人的喜好，以及我是中国人，我想要穿汉服是因为是一种文化的内涵。那西方人的话，他们觉得穿得简单方便是他们的一种看法和方法。做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觉得新加坡男生跟中国男生哪个比较帅？你要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老公最帅。能不能接受汉服的男生留长头发，还是汉服的男生没有留长头发？没有留长头发吧。你比较喜欢比较能接受。比较能接受没有留长头发的。那么爸爸呢？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了。都可以接受哦。爸爸比较liberal 啊，比较开放。老师跟同学们在种族和谐日穿汉服的话，你认为现在能够被社会接受吗？我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我也同意，我觉得蛮好的。All right, that concludes our interview session. So if you like our content, d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, and we see you next time.
Mic test. OK, steady. 不要说。私は中国人ですか？日本人ですか？アメリカ人ですか？シンガポール人ですか？見つけましょう。来来，我们就。我那看起来那个就。No, you just transform. What my action 呢？那个。OK.